很多人没见过它，香蒲草到底有啥珍贵呢？有人叫它毛蜡烛、蒲棒草，你家乡有这种草吗？小时候摘来玩，装枕头，编织蒲垫、蒲扇、帽子，看看有谁见过它，来评论区说说。很多人没见过它，香蒲草到底有啥珍贵呢？它毛蜡烛、蒲棒草，你家乡有这种草吗？摘来玩，装枕头，编织蒲垫、蒲扇、帽子，看看有谁见过它，来评论区说说。很多人没见过它，香蒲草到底有啥呢？有人叫它毛蜡烛、蒲棒草，你家乡有这种草吗？小筛来玩，装枕头，编织蒲垫、蒲扇、帽子，看看有谁见过它，来评论区说说。